点解你哋要上葬？呢份千年老鬼被指干净，志愿就系每年都要认识新庄园。上庄背景令到某校梅独立，年年回校关心支庄啊！好多庄都冇人上嘛，咁唔通啲大学生咩都冇得玩咩？听听香港城市大学五年级志愿就是我的诉求就是上庄，上庄背景上庄上到 defer， 仲要上咗两次添啊！咁多人死唔见你死？咁上庄系有上庄嘅意义噶嘛，唔系支支庄都冇意义噶嘛，系咪先？系啊，因为我想试下做文化版嘅记者，咁见咗得上咪上咯。Annette， 香港城市大学一年级。志愿就是成为文化版记者，上庄背景，新的上庄人。文化版，你是不是很有文化先？有什么 quality 令我可以写文化版先？听说你 quit 过庄，你而家是不是又要 quit 庄？我 quit 唔 quit 庄关你事啊 ？Juno 已经毕咗业，志愿就是灭绝老鬼文化，上庄背景，上上下 quit 庄。唔关我老鬼事，都关会员事啩？你使唔使解释下先？咁你系咪会员啊？我后面好多会员，佢哋个个都想知道。我见唔到啲会员喺边喎，而家你困住我喺度三日三夜，要我对住你喺度讲咁多嘢，不如出去出边广场讲啦。我死！大学五件事：读书、住科、拍拖、上妆同埋翻 part time。原本大学生都可以有青春的校园生活，但是近年他们都失去了原有的大学生活。在疫情和国安法的影响之下，各间大学的学生会今年选情都很惨淡。为什么大学生一直以来都这么喜欢上庄呢？现在的大学生上庄又会面对什么挑战？今年断庄情况严重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今次围炉就请嚟四位上庄达人嚟 check check， 俾大家了解一下上庄嘅世界，同埋将来面对嘅种种挑战。嚟，我哋啊。唔该晒。喂，大学五件事系咩啊？系咪上庄、住科、翻 part time、拍拖？读书啊！读书系讲咩先啊？系喎，有咁多样嘅咩？我净系知上妆。其实我之前系上妆上到俾人炒咗，我未毕业啊。我上咗两次妆，第一次系城大嘅 CBC， 即系校媒啦。咁第二次就系香港文化学会咯。defer 咗一年 ，defer 系关搞呢个文化学会事嘅。但是你不要怪我直接，我覺得這些真是 time management， 我真的試試看。聽人說什麼上莊上到什麼 GPA 幾多少，或者上到什麼成績是怎樣，我覺得會說話上莊上到不過三人呢，即你放心吧，你不上莊你都是不會過三人。其實上莊讀書沒什麼衝突的。我搞兩個不同的莊，即一個校園電視，一個就運動的學會啦。咁都搶嘅，即我最後都 second up， 即我都攞唔到 first on 嘅。咁但係我覺得都要有個交代咯。咁但係咁可能有啲人上莊就係為咗搞 O cam， 搞 O cam 就係為咗做豆腐爸爸或者豆腐媽媽噶嘛。其實我真係之前唔應該莊內亂咯。喂，哇，好驚！有啲咩爆出嚟啊？莊內亂真係好尷尬。嗱，曖昧就尷尬啦，即可能佢同事係魚翁殺網呢個唔知啦。但係你拍下，跟住你分咗手，然之後你開會，你都唔知道開唔開好。你話有冇見過咩一齊消失？我同你講，我未見過係唔一齊消失嘅，即係唔會一 pair 都係，一係就一齊 free ride 啦，一齊上床啦。然後咧，唔係最大話咩咧？分手之後咧，又係一齊消失嘅。但我想講你哋嗰啲咩尷尬啊，咩嗌交坐唔埋一齊嗰啲咧，我想講其實係得你哋尷尬嘅，冇人想知啊。我想上妝是因為其實我有少少想做記者嘅。今年成大嘅第二年。我嗰陣覺得應該要係時候要做啲有意義啲嘅嘢啦，即係我想象嘅上莊係好多老鬼拍台反台，現實就好文明嘅，大家都唔會喐手喐腳嘅，係啦，和平理性非暴力嘅。你上咗莊就會好多人會對你有啲期望啊，即係唔係就係話啲好多人睇個台啊嘛，就算你一上嗰個。
好似一個小一點的組織啦，即係文化會咁樣啦。其實如果你做嗰樣嘢成功咧，自然都會有好多人關注。關注是一種壓力來源，但其實都是一種你可以話，如果個組織根本不受人關注，其實可能都冇乜上嗰個價值咯。我畢咗業五年係啦，我第一次上裝咧就係2014。我關注了呢個裝咧都有五到六年嘅，係啦。不過我就成個學界都有睇咯，就唔係淨係話針對或者關注佢哋咁樣咯。咁你憎唔憎老鬼啊？點解啲人可以坐佢即係春晚坐三日三夜唔瞓覺？即係 keep 住係問一啲好無聊嘅問題咧。即係我覺得我入嚟我唔係為咗呢樣嘢。有啊有啊，嗰陣時凌晨嘅，即係春晚第二日嘅凌晨咧，咁就。即係台上面反曬台啦，飛曬文件啦，咁我就直接走咗出嚟，即係唔可以再承受呢啲嘢，承受多幾次咯，都唔想將呢樣嘢即係俾其他人去承受咯。好似成件事就係變咗上乜裝就一定要俾人鬧，你做一老鬼就一定要鬧人咁。我覺得其實老鬼文化即係喺我心目中其實都係有啲不必要嘅。其實你大家都係想做好呢件事噶嘛，係咪先？即係唔係因為大家係為咗鬧而鬧咁樣噶嘛？應該冇人係咁中意。去虐待人噶嘛，係咪先？我自己咧就唔接受有乾淨呢樣嘢嘅，即係我自己純粹覺得，都係我喺自己嘅平台，喺我自己嘅空間度去發表嘅啫。係咪好憎嗰啲老鬼先？即係又唔係話係老鬼就一定憎嘅，不過我就會零舍憎嗰個老鬼咯。即係講笑啫，成個文化我覺得佢有問題嘅。我係憎佢作為一個老鬼嘅身份，佢哋其實本身份人係冇問題嘅，佢哋作為一個學生、一個同學、一個師兄係 OK 嘅。但一去到上妝，一去到傾到裝務嘅時候，佢哋就會變曬第二個人咯。即係 professor 至少我可以 talk 佢啊，我可以上 group 寫衰佢啊。但係老鬼你又真係寫衰唔到，你冇嘢做到啊，你淨係可以俾人哋圍埋你嘅啫。好多老鬼其實要睇清楚到底點樣同嗰個裝保持一個合理嘅距離。有啲地方係可能唔想俾你有啲範圍可能唔想俾你侵入，係啦，即係佢哋可能想有一啲距離。咁我覺得唔可以話一概而論，就係話老鬼去表達任何嘢，或者佢去同你溝通任何嘢，其實佢就會干涉咁樣。其實我覺得好大程度上咗位嘅人咧，你係掌握權力噶嘛，你唔俾人干涉，其實冇乜人可以干到你，係咪先？又講經，袋錢入你的袋啊！而家可能我搞咗個香港文化學會啦，即係我都會喺度想像，如果我支裝搞到咁垃圾。我是不是真的會去干涉呢？我可能真的會想去輔助他這樣。你們當初回大學上妝就是為了嘻嘻哈哈被老鬼玩一下這樣，現在回學唱下歌分分鐘連書都沒得你讀了。早排就有位成大學生因為翻唱二創歌找國偉而被處分，要同校長國偉、成大校方寫道歉信之外，整個夏季的學期都不能夠再進入校園範圍。之前 CBC 即係城市廣播嗰度有件事，就係佢哋嘅十琴咁樣，即係出咗條片啦，就係改嗰首歌。咁你哋有冇聽過首歌啊？一定有啦，有冇出名？城大各位，真各位，嗰時你聽過？我好尊敬校長。嗰首歌我記得係所以我在聽到他翻唱之前已經看過歌詞了。其實就主要是說城大那時候因為有示威，有人佔據了城大的部分，那時候就算立立亂就有人說校長就是一直都不出現，其實類似就是笑他不負責任，還有就置學生生死於不顧，然後之後又很高調出來剪彩嗰啲乜嘢啦，總之嗰首歌就係笑佢冇一個最高學府嘅嗰種風骨嚇。嗰陣時有冇人幫過佢啊？其實即係佢自己一個面對呢啲嘢。你有冇啊？我記得 CBC 嗰陣時好似係出咗篇聲明，但係我淨係知道而家條片就下咗架噶啦。我同另外幾個老鬼咧就比較早嘅時候就知道咧學校出咗信咧要記錄聆訊嗰啲。學生代表他們莊園有去幫那個被傳召的學生，那我們幾個也都幫他寫了一些東西，可能是解釋一件事，我們給他做聲明等等那些東西的，是的，但是擾攘了一段時間之後呢，他們結果自己都是決定安全一點，就不想搞到那麼大。我想呢，即係成安法嗰個最大嘅問題咧，即係好似你兩個話齋咁樣咧，咁係咪而家就我哋上裝咁不如唔好上啦咁樣？其實我覺得呢個都再嚴重啲嘅地方就係咧，
佢嗰啲條例係我哋係唔知道到底可以延伸到咩地步，即係我哋坐喺度呼吸，咁可能都已經學校唔中意你呼吸啊，係咪先？咁我未死嘅，係咪先？係啊，即係面對啲老鬼，你可以選擇面對或者唔面對啊。但係有啲時候有啲嘢實同埋真冇得選擇嘅。其實我哋根本要喺自己嗰個崗位上要做得最好，同埋係即係要企硬咯。係無論學校做啲咩都好，都要真係企埋同一陣線去對抗咯。可以話係。喂，咁其實你到底有冇後悔上莊咧？即係如果我後悔，我就唔會上第二次啦。我發覺咧係有股風氣係會硬係會污名化咗上莊啦、OCam 啦，或者係學生會偽莊呢啲嘢，好反感啊！啲人覺得上莊一定爛 GPA， 即係有時唔係你想唔想上咯，而係呢個時勢你係需要上。好似你見住你自己曾經建立嘅嘢，即係慢慢死去咁樣咯，即係個感覺。所以我而家係。不會話後悔，而是根本有需要，即係做之前連試都不想試，即係已經係咁諗後果係咩，咁咩都做不到。其實反而如果四年，即係我哋而家 grad 咗啦，如果重新嚟過一次，又係咩都不做嘅，反而會更加後悔咯。有些嘢就算試過，即係就算是不成功失敗嘅，都有個失敗價值啦。我覺得记得订阅果子啦，仲要按埋个钟仔添啊！